请往车厢后扶手。你坐这儿啊，你坐这儿，我坐。再见。这是几路这个？那个哥，商量点事儿。是说，那个我俩是一块儿的，你弄放个座呗。啊，那你坐到腿上呗。不是，你看他出门，你照顾一下。不是我那么倒坐，我晕车。上回我倒坐一回，回家给我晕四天没起来炕。那你坐那吧。我不用不用，你让一下呗。不是，咱互相照顾，晕车。哎呀，你看现在就恶心了。那我不坐了，一会儿到站了，这那你不坐了，那你不坐了，那我就受不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有点冷。冷啊！等会儿啊。你家伙跑那么多回家了。哎，谁打火机呢？是你火机掉了吗？是不是你的？兄弟，你多余扯这个，我就关窗就完了呗。明白就行，是吧？喂，告诉你别给我打电话，别给我打电话的。啊，心情不好，咋的？这挂了吧，挂了，挂了吧。好了，占座呢，搁这儿啊。谁包啊？谁的？扔了啊！我的。哎，天儿这么热呢，这车里头啊！你搁窗边不会把窗开开啊？不敢呢。这咋就不敢呢？这呀？喂，谁打火机掉了？啊，哎，来，过来轮一下吧，来，不轮呢？你也怕个人啊？哎呀，你瞎吼吼什么玩意儿？瞎吼吼！你关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我关的。哎呀，太热了！公交车热。不是你这人怎么过来挑刺儿？是不是？啊？开了！热呀！哎呀，这公交车太热了，真是。热，你不会把窗户开开呀？热呀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欠揍呢？发现你呢？开开！不是我关的，我确实是冤枉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给我关一下，你看我削你不？睡个觉都睡不好了。
哎，大哥，哎，灌汤的让我抓住了。我咋的，哥们儿啊？不你话呢？咋的？没你事。啥意思？那大哥，这窗户确实是我关的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媳妇怀孕了，怕风。那啥，大哥，我那个怀孕了，我有点怕风，我先关上点。那怀孕你就说一声呗，就完了呗。怀孕还用说吗？怀孕了，啊？那孕妇怕风不知道吗？关上，一点爱心都没有呢。那到底是开是关呢？这关上。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今早上起来，右眼皮就跳。干啥呢？不是你以为我睡着了是不是？不是我，这不是我开的，他只蹲着开，自个儿开的。怎么开的？是蹲一蹲就开了。我陪你一起看，我看他怎么开的怎么还是什么？这不还是你自己开的吗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发现你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是困了，我不想搭理你。你要敢再给我开开，我真是冤枉。人上了，你怎么一干仗就给我打电话呢？一干仗就给我打电话，他对方现在什么队形啊？现在啊？怎么着？非你打仗让我过去干啥？让我过去啊？啊，要画面呢？啊，我带200人过去行不？啊，我是带200人。我说200人够不够？200人，你聋啊？啊，这他对方现在拿家伙事了，拿什么家伙事？剪子。好，我拿出去了，5分钟到。好，我说哎，兄弟，咋的了？干仗呢？兄弟干去。说这队形啥的，画面是不是？啊，对。来了，我帮你找点人吧，200人不能够。不用。来，我帮你找点人吧。来，我给你找点人。来，不用找人。不是，我就发现你拿个破收音机，你搁这吓我呢。你想咋的？没有，我听书呢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我就发现你呢啊！大哥，你看窗户可能要开，把着去，跪，起来，来兄弟，快坐。大哥，我站。来，我这觉也睡不好，陪我唠会儿嗑来。来，坐。哎，兄弟家哪的？铁西的。那个，唠嗑呢。家哪儿的？铁西的。你呢，大哥？我皇姑的。哎呀，我有皇姑的。咋的？你干啥？人媳妇检查去了？嗯。男孩女孩？这4个月看不出来。男孩女孩都好，我告诉你，小子难以得计，丫头也好，对不对？是。萨瓦迪卡，萨瓦库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云鹏，是小光吗？是我，光哥，多少年不见了都。哎呀，你打的这么狠呢？啊，我打拳呢。啊，你干啥呢？别人都坐着，你干啥站着啊？挨欺负了。谁呀？公交车热，起来。
谁敢欺负小光啊？公交车热，我开窗户，他们跟我七十八的，是落下没有用的，三七嘎拉炮的，不让开窗户是不？嗯，我就把它开开了，开开了，谁不让开啊？不，你换呢？来，你再轮一下子，让我看看，还会轮呢？不是啊，兄弟，咱一个呀、啊。你跟你说个事儿，朋友们，车里上的有个孕妇，完了，明白了吗？马上给我停车！好，下地打宽照，停车，车停，大刀，是我，是不是男人？是啊，车里边有孕妇，男人鼓捣什么窗户玩儿你？赶紧给我关上！跟你这种人坐车都掉我的档次，知道不？以后别认识我。请后门下车。萨瓦迪卡！哎呦，太绝！哥，哎，兄弟，我快到站了。哎，把电话给哥留下。哎，好，哥有个要求。哎，等孩子生下来，认你当干爹。好嘞，我就要这样啊。好，哥到站了，哥先下车了啊。行，兄弟，有点爱心啊。嗯，走吧，咱也到站。哎，那个大哥，今天咱们这些都误会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谢谢啊。谢点爱心没无所谓。谢谢啊。我就开开了，能怎么的？我就这么来回开，我就站住，能怎么的？我看谁敢吱声。你哪来黄姑？黄姑的多啥？你黄姑？我就你干啥呀，大哥？占座啊？没有，给你占的。就一个人啊？对呀，就一个人。没人陪着你啊？没有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，大哥？啊？谢你爱心。你这谢啥爱心呢？这点风都让你给挡上了，多热呀！关键你不怕风吗？我咋的了？我怕风啊？你不怀孕了吗？你有病吧你啊！那我还没结婚呢，他说我怀孕了，你说要我怎么嫁人呢？大妹子啊，谁呀？你把包给我！你咋下去了呢？我到站了啊！那让你把窗户给关上，你怕风。